你怎么搞的？挡住我看电视了。谁挡你了？怪兽，赶快躲开，不然我消灭你。现在好像谁家都会有这样一个嗷嗷叫的小神兽，今天必须惩恶扬善一下。过来一下，给我拿盒酸奶。今天就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真好喝。你怎么回事？我让你给我拿的，你怎么自己喝起来了？我没听到你叫我呀。我叫 A 了呀。那你让 A 给你拿去。 A 就是你呀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叫 A 也不叫 B， 可能你的 A 睡觉去了，你去卧室找找。还我酸奶，不然我就消灭你。你试试看谁消灭谁。姐，这苹果还没洗呢，我去给你洗洗。等等，这客厅让你折腾这么乱，先收拾干净。这都是布丁折腾的。你说什么？冷静冷静，我扫我扫。姐姐还满意？还可以吧。去洗苹果去吧。对了，叫上你的爱一起去。不用了，让他一边玩去吧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好吧，记得再给我拿一个香蕉过来。好嘞。咱家谁叫爱呀？没人叫爱，只有母后、公主和兄弟。想要解锁更多姐弟搞笑日常，赶紧关注我们哟。